那你以前有迷过什么事情？就是我没有很爱看书，也不看很多书，但是我每次只要进去书店，我就一定会买书走。OK OK， 书店。那乐高呢？乐高就是那一阵子我看完漫威啊，对吧？不承认你是漫威迷，我没有到迷，我只是就是觉得不错。那个，你知道，你要拔三刀，你辛苦到的是你自己。我接住了，所以你把压力放回去。说了一比一。你最喜欢的穿衣风格，应该大家也想知道。穿衣风格，我自己嘛，我喜欢穿，我还是喜欢比较宽松舒服为主，然后西装吧，然后配一些比较时装类的东西。那请问这种珍珠哪里可以拿到？现在还没有，还没有。等到时候大家看到同时出现两条珍珠的时候，我会送你一条。等下次我拿到的时候分你一点。好，那我可以只差一刀吗？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差一刀，差两刀了。一的运气程度应该中了。你创作灵感来源是？我创作灵感来源通常是你是不是？你不是有看我直播吗？然后创作灵感，还记得吗？创作灵感的来源呢？没错。如果不记得的话，请插一刀。认真，认真。是不是？挖洞给自己跳？为什么？问我一个，我讲过。对啊，为什么我插啊？哦呦，出事情了！跳出来，跳出来，跳跳跳！哇塞！没有结束这个游戏了，还有没有机会了，都是你的。哎呦，那我们，但是你还是要回答一个问题。那我们就一人一把。没，那是你的，那就不好玩。那我先问你，你看撒娇，因为我们本来就认识，但是我记得我以前我们认识的时候，你没有那么爱撒娇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知道。就是现在，因为也是因为拍完这部戏的关系，然后只要看到你，还是在不知不觉的那个撒娇的样子。你默默在戏里面也不撒娇。戏里面哪一场会傲娇了？会傲娇。但是小，那请问你刚刚说的这句话的观点从哪里来？我们现在剩这两个，对，你要插还是我插？好，要不然你先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木人哥哥。这部《近距离爱上你》是一个非常浪漫又很有趣，又在讲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的一部戏。那中间有很多桥段呢，是很让人家醒思的一些事情，然后请大家不必公看啊！有个小朋友哭了，安慰他。不要哭，不要哭哦！他还在哭。他还在哭，还在哭。好了，没有考，没有考。小白棉花糖。三团同学。妈妈怎么的？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介绍一部剧？是啊，这部剧呢叫做。近距离爱上你，里面有一组 CP 叫做成人 CP。成人 CP， 这个是一部很有趣可爱的浪漫喜剧了。所以大家如果生活上心情有点郁闷，想要找点开心的事情的话，也想要课堂，也想要被虐心一下的话，那你就一定要务必看我们这部戏哦。